也是刘毅到了小雨的眼神，林浩就满是挑衅的看了他一眼。爷爷，不行，不能让别人打着您的旗号给自己谋福利。小雨同志，你这个思想可是要不得的。这叫啥？这叫有资源就得利用起来。老爷子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爷倒是不差，你小子最善打秋风。爷爷，您这样不行的。为啥不行啊？那台电视机我还打算就送给他呢。可别介，我又不是没钱，我不用人送。不要不行，你不要我就不让你打着我的名头出去办事。老爷子啊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行不行？一个 心，我都有些照顾不过来呢，哪能还帮你带孩子啊？也不用你天天管，有时间了让他跟在你的身边就可以了。小雨其实很聪明，不过也是因为我们家里的条件比较优越，总归还是会有些坏毛病。乔冠宇听明白了，这个孩子就是自己爷爷是想让林浩这个货带着自己玩。哎，我图个啥呀？等我的大鹏开始弄的，让他过来跟着干活吧。 好，林浩经常有出人预料之举，而且他做的这些事情也都是非常有章法的。就说上次葫芦大队跟四化大队干仗的事，林浩本就打算回家干活，正好顺水推舟的把赵振民给坑了一把。爷爷，我是大学生啊，他拿什么教我？ 老爷子，这可不关我的事了。你逃得掉，愿意不愿意的，你也得管着他。小雨啊，你说你是大学生，那么我问问你，你这个大学生是怎么当的呢？你是否是一名合格的大学生呢？我是通过了选拔才当的大学生，我就是合格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你所通过的选拔是否有一定的水分？当年爷爷啊，也是在田地里讨生活。你就这么相信自己，你肯定会比小林浩强啊。强必须强，比我强多了。小雨同志肯定能够茁壮成长，成为 祖国的栋梁，你说啥都没有用，连我都敢算计。关键是我现在明知道被你算计，我还心甘情愿。老爷子，那么大身份的人呢，这么小心眼干啥？咋了？许你算计我，还不行？我说了，也没算计啥呀。我们这边干啥你也都看得见，能算计啥？你知我知天知地也知。小雨啊，今年的高考时间推迟了，你现在不觉得林浩有本事，那也没关系。等这次高考之后，爷爷为了你可是把脸面给豁出去了。老爷子啊，严重了，虽然这种被人看中的感觉 很好，我也不想活得那么……林浩兄弟啊，你还未告诉我到底要做啥？其实就是个小玩意，我们这边不是今天开始打粮食吗？我就琢磨着弄个小型的拖地机打苞米也能轻松一些。等等，林浩，你不是给自己做，是给你们大队做？也是故意说给小雨听的。咱这个林浩兄弟虽然要狐假虎威一把，但是不是为了个人谋福利，这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啊。林浩，你是要做这样的物件？是啊，这玩意多方便。等我把画好的图纸拿出来啊，具体的尺寸还得需要专业的人员帮忙设计一下。 撇嘴干啥？我又不是搞机械设计的，琢磨出这么个小玩意容易吗？林浩，你这个小东西就能够把玉米脱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套边上转动的小铁棒，把玉米棒上的玉米粒给搓下来，边上还可以挂大轮，改造成脚踏式的也行，电动机械动力的也都可以，反正就是方便一下大家伙呗，能轻省一些。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啊，搓苞米可是非常累的，你预计一个小时能打多少斤？我也没试过呀，正常来讲打个百八十斤还是没问题的吧，关键是不用那么费力。 半大的孩子应该也能玩一玩。林浩啊，要是照这么说的话，这可是好东西嘛，这也就是我心疼乡亲们，要不然我都不带现在拿出来的。构造这么简单，别人买去一台就能学了去。你这个思想就不对，你这是被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腐蚀。既然是有利于生产的东西，自然就应该提早弄出来给广大社员使用。你这样的思想千万要不得。那要是按照你这个思路，发明创造就没有任何的奖励吗？怎么没有？国家可以给你荣誉。荣誉啊， 是个好东西，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，我们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，这完全是荣誉和信念的支撑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鼓捣出来的这些小物件，最终获利的会是谁呢？是我，是这些社员，还是那些生产销售它的机械厂？当然是各个生产队采购这些东西，肯定是有费用成本的吧？生产这个东西的机械厂肯定也是要追求利润的吧？那我干啥去了？我所谓的荣誉，就是每个生产手摇式拖地机的机械厂把我的头像给挂上，我还没那么大的本事。那也是在帮助农民兄弟，那 也不能因为这些你就不把它给拿出来，明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，就因为你狭隘的思想受到了制约。我还要说，拿出来以后，各个生产队也未必会采购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么方便的小机器，不是比抡棒子砸玉米强多了？怎么就不可能？这么一台机器造出来，到最终销售的时候，恐怕售价要超过8块，也可能达到10块以上。一个生产队的采购多少台？10台8台的，就是大几十上百块。采购来了这个，让谁负责操作？给谁记工分？大家一起轮着来啊！就说 我们葫芦大队800亩的土地，粮食总产量在14万斤左右，玉米的产量占比稍稍高一些，大概有6万多斤吧。如果我们整个生产队配备5台这样的拖地机呢，那就需要
25天。那不是选25个人就行了吗？不对吗？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林浩更经典，小马从林浩的话里边也听出一些端倪了吧？给小雨讲一讲，不管做什么事可不是一腔热血就行的。小雨啊，按照你的那种说法不能说是错的，但是得分在什么时候，如果是打攻坚战抢收的时候，这个都没错。其实就算是放在现在也没有错，只不过你忘了考虑一个事，那就是人的觉悟，不能让每个人的觉悟都那么高。小雨啊，现在明白了一些事情吧，想法与现实之间总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差。你别看林浩没有那么多的学问，可是他对于人心的把握和见识，即便是我有时候都得多想一下呢。老爷子干啥呢？这么夸我干啥？再夸我也是平时吃的那些。那你敢说今天把这个手摇式的脱粒机拿出来就没有别的目的？你们啊，忘了这小子刚刚说的到底谁赚钱的事了。不过这个事太大，可不是我能够决定的，我也得跟领导汇报一下才能决定。那就谢谢老爷子了。不是，林浩兄弟，你还真的奔着这个事下套子呢？说啥呢？谁下套子了？我们这是在进行非常友好的探讨。国外已经有先例，对于一些发明创造会有专利权，会给予保护。别人使用这个专利赚钱，你就得给发明者一些专利费。崇洋媚外，小雨同志，这可差了，这叫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。我这个人虽然有些自私，可是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，才会有幸福的。老李大爷还知道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道理呢。国家与人民一直以来都是相辅相成的。爷爷，你也同意他的谬论吗？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好接受？在不同的阶段，我们的想法也要有所改变啊。别先找了，带你们看看打粮去。看打粮了。